小柴犬跟这个柯基是同月龄，出生差不了几天，但是这个柴犬把这个比它体型还大的柯基给压在底下动不了。看这小柯基啊，一眼你过来，你比它还胖嘞，你让它把你压在底下。嘿，干啥呀？还不闹啊？嗨，又出来打你啊！你别跟他在一块儿了，老跟他闹，你就打他在一块儿去吧，让他咬你啊！他咬你不？挺方便是呗，抓都出来。嘿嘿嘿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差一天，这个柯基大一天，个体上啊还是这个柯基要大一点，但是柴犬虽然小，但是这个脾性不大，小时候都挺倔挺强势，每次逮住它啊，就逮它，逮住它都开始咬，它也咬不过它，它虽然个儿大，但它咬不过它。柴犬这个倔劲儿不是刻的骨子里的，天生的。这幼犬不如果是一直被欺负的话，它长大之后性格会比较胆怯，到了一定的月龄，给他们喂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分开。小狗的性格是各式各样的都有，所以不要不同的性格不同对待，该那个纠正的时候该纠正。又被迫营业了，我实在是不太想说话，说的不太好啊，老实点儿。